吃披萨，有人哭了。中文会念吗？对啊，我们不是中秋节要吃饭吗？不要，我不要，这个不能放 YouTube， 自己纪念就好了。我们现在在等时间，要下去煮早餐。这里是我们的沙漏，现在没有在用，然后太热呢，我们就待在这里休息。给大家看。其实大家一点都没睡饱，但是真的太热了，然后就是完全没办法睡。煮饭吃，煮饭吃，耶！睡了3个小时，然后是大爆汗，所以起来现在洗完澡要去便利商店买东西。那你的东西的话，写名字。好，平常清理台。哎，毛毛，你有玻璃的？好吗？啊，不是，现在中波水。不然就得一会儿。哈哈哈哈哈。这是谁要的？我怪真的。아이린먹는다고했어요잠깐잊지마어제부터그냥계속했어아니너무요게아좋아좋아안돼와白痴笨蛋하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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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하야나콩어어디나콩두고라우우먼요시허완쥬의이편每天都要喝酒，天长我真的是一年喝的酒都没有这几天在这里喝的那么多的。然后因为明天要去济州市区，所以今天打算早点睡，因为早上还有一个活动。早安，今天是济州生活第四天。然后今天因为刚刚好我们的 camp 里面有弟弟们要去济州市，然后昨天有聊到，想说我也没去过济州市，就只有在机场的时候去济州市逛逛，顺便买一些生活用品。这个是南蛮的。우리지금이하러가야돼요原本呢是要跟弟弟们去济州市，但是呢。我忘记我今天有工作了，所以呢，把弟弟们送了，跟姐姐一起去。然后我现在要去工作。我们的咖啡厅，너는나의바다카페。7:30，然后姐姐他们说他们现在要从
继续回来我们这里，那不知道会干嘛了，所以有可能影片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就等一下见。